是，我们就带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？老师 ，music。没有，我跟你讲过，我们已经跳过了，我们已经跳过了。我觉得啊，既然我是这个团体的团长，也就是老大，啊，我必须有这个责任呢，就是要维持我们这个团体的这个团结，啊，我们不会让这个团体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啊，不会让歌迷伤心，大同，不会的。嗯，因为只说大家最近都在那边传去说你跟吴尊之间不合的事情吗？哎，我跟你讲啦，今天这样子啊，今天趁这个机会，你跟大家都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两个就在这边告诉大家说，你们两个真的不合。好，不是，讲错，干嘛？告诉大家说你们两个真的很合，我口误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出来干嘛？你俩又好好讲。不是，我本来在我前面的被挡住的。你刚在外面干嘛？你就在这边嘛，你俩讲一下，你今天很合嘛？我们大家都站一排，不要站在后面嘛。对对，我们两个没有不合了。对，很多媒体就说我们这个在媒体上面，好像我们两个好像这样看在一起，都好像在假笑嘛。我们怎么可能有在假笑呢？所以我们没有不合的嘛。没有、啊，你不能因为职棒打假球就说我在假笑嘛。对，你这样真的蛮假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开玩笑的啦。幽默感嘛。对呀、啊，拜托，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很团结的团体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之前一起开演唱会，我们还有练舞，对不对？我们练舞就是练舞啊，练舞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踢到对方啊，对不对？踢到对方就像我示范给大家，没有，不会，但是说不会怎样啊。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都没这么大力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手怎样？对，你手怎么回事？没有，这太小见。对，我们跳舞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勾在一起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就不会嘛，我们是很团结的一个团体。嗯，对啊，说实话嘛，我们就说实话嘛，我们大东私底下就是在抱怨啦，抱怨说为什么吴尊每次镜头都是他，然后拍电影他现在红了，他想给我单飞，他把我这三个当成屁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飞轮海没有他哦，我们就变成白卡链了。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出去好不好？啊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再讲一次试试看，我们这个团体有可能会有人想要单飞吗？会吗？有可能会想要单飞吗？怎么可能？有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某一个人代言都只找他一个人，然后就想要自己出去外面赚，把其他三个人丢一旁吗？有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人红了，然后就去？你在没有忍这一段，他没有忍这样，我刚刚不知道，不是我会这样。他们刚刚他们两个说这样比较有梗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好笑，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来了，没有，我就吞进去了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很团结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肯解散的嘛，不可能，我们绝对要粉碎那些留言的。对，我们是最真实的一个团体，我们超合的。对对对。